珍珍。嗨。我们想要去哪里？去游泳。我们要去北区运动中心游泳，因为他想要学怎么游泳，因为他看到人家自由潜水很漂亮这样，所以他也想学，对不对？我要先给他吹这个。先给他吹，那就吹啦。那你一人吹一口，就不会。会累死啊！那个要吹超久的，我骗你。嗨。我们今天要录影哦，我们有带救生员，治愈的老婆是救生员，这个是治愈，这个是他老婆，我是治愈，我是黑黑的，哈哈哈哈哈。GoPro 夜拍很烂啊，没办法，没关系啊，设备很强啊，可以的啦。小珍带超多东西耶，真的假的？还好吧，我要带浮板，他要带浮板，救生衣有没有穿？他救生衣我叫他带啊，他说不要。可以啊，没浮板，救生员也会救你。因为他带那个浮板要吹气，所以我叫他不要带，带救生衣，然后他不要，所以还是要吹气。对。不过那边应该有可以打气，跟他接一下就好。我是觉得不用啦，你等一下先试试看，那个不用啦。说不定那边就有浮板可以拿，海绵那种的。哦。有。对啊，有些游泳池不是有海绵的？是啊，你把人家救命的东西拿走了，然后人家就没关系，你没事就好。我们今天来到北区运动中心游泳，啊，肌痛，你很好笑哎、欸。是啊，我现在好紧张哦。我们一起写一个就可以了吧？真的？四个都要写。要盖章，盖章啊，盖章。谢谢。游泳居然带一个房，他现在防疫政策，阿小珍，我要去密室，这么快？运动饮料好了，还没游泳就肚子饿了。先尿在水里就可以了。这里不是大海吗？他有卖装备，卖瀑布的，我是可以来。瀑布的牌子好像还不错。他那个板很漂亮。对啊。尝到一个不可思议。好吃的。是要游泳吗？游泳。最后还有再三一种。再一种。有够。有没有电梯啊？逼迫喽。我现在穿这样是因为要模拟那一天的浮力，我怕浮力不一样。他们这边就是在练习那个自由潜水。哇！你先练习会飘啊，先练习飘。那边感觉就蛮深的。对。至于游到那边去、欸，你先练习飘水，仰飘。我觉得你要先练习仰漂，不是你问他老婆要先练习什么？他先练习什么？他说你放轻松就会漂起来。你脚往前踢，放轻松。我会怕。不会啦，怕什么？有专业的救生员训练。他说先拉着岸边，然后放轻松，让人先飘起来。那你下去就吐气啊，你又忘了。正面，正面哪里？哪里？哪里？哇！吃西瓜！比基尼正面。他加的手之后，加的挖手之后快很多。
真的？加了蛙手多大？会有了，终于会有了，就没有那么难。你本来就会游，他在游泳池会游，他去海边不会游。他刚洗习惯游泳，他们都还没干回来，等久一点。他露出惊恐的眼神，要我去那边。你示范一下好了啦。我是吐很多个才吐来一个。真的？好吧。你看有很多人吗？很多人啊。我们刚游完泳要来吃饭，还好啦，还好啦。可以啦，就试试看啦。都来了。啊，很不错耶，很漂亮。好好。哇，他跟老王可以当朋友。很多七龙珠，对啊，老王那个太夸张了。我们现在包场，我们要点一点。对，本来以为会等很久之类的，因为他门口的行，对。好运的人跟好运的人在一起会很好。老王的朋友。五星高照，那我们的单场。他那边有一只河豚，上面两只。是吗？好像是，小鲨鱼。修掉啊！葱够新鲜，蛋也很好吃，蛋香味很重，好吃。OK， 是不是又要讲好吃的？一直讲好吃，真的好吃。不知道讲什么就讲好吃。蛮新鲜的，蛮新鲜的，感觉不是冷冻的。冷冻的生鱼片其实不太好吃耶。可是咬得出来，对啊，口感就有差，还不错哎。吃，你吃，嗯，很好吃，超好吃，真的还蛮好吃的，嗯，这也好吃，快吃，赞了，喂。
鲜嫩多汁，真的又新鲜，节瓜还有点甜甜的，真的是没吃过，没吃过那么好吃的节瓜。对，你本来不吃节瓜的，我真的不吃节瓜的，不太刚都吃了，对，重新爱上它，脆脆的感觉。对啊，又脆又鲜，对，鲜。要请那个寿司师傅来讲评一下，讲评一下，沾寿司要从背面沾，嗯，要沾在鱼肉上，浮夸了，浮夸了，这个鲑鱼不会太油，但是很甜，油脂不会太腻，好吃，新鲜的鲑鱼。哎，它是不是有做熟成？因为它的鱼甜度都比较高，很好吃哎，是吧？真的很嫩，嗯，很嫩，嗯。哎呦，完美！这一台不能变焦哦，不能完美，你 happy 的话就可以。好，没关系，我先。好像什么都不加，有点单调。鸭胸就是这样啊。嗯。可是真是。可是还不是不用。不用。还蛮香的。它很鲜。甜。蛤蜊怎么样？哎，这个不是苦瓜，真的很好吃哎。真假？很鲜哎。那清酒。感觉给人蛮高的，闻到会闻到清酒的味道，可是吃进去是没有那个味道，好吃哦，那个蛤蜊的甜味会带出来，嗯，真的超好吃，是的，不开玩笑，没关系，嗯，真的不得了，因为它真的是有香气，但是不会腻，对，嗯，有海里的感觉，超好吃。不管就给他就好了。真的吗？不是说700吗？不用啊，就跟我想的不一样。我们也吃你们蛮多的 ，OK 的。真的吗？那就不客气了。不客气啊，我才不客气嘞。我最后我觉得那个鸡心是让我最惊艳的，那鸡心真的好吃，鸡腿也是好吃到不行，对吧，啊，鸡腿也是很好吃，嗯，感觉它 CP 值真的是蛮高的，嗯，但价位它算是有认真料理啊，它会比一般的稍微贵一点，但是算在很合理的范围，以它的认真度来讲，嗯，但是可能就要离峰时间来，对，它速度真的是不快，我们今天才一桌哎，包场，它也是慢慢的，真的就是两个人在做，这个慢慢来，不是，它不是两个人在做，是两个慢慢做的，对，因为他们都蛮有自己的 tempo， 他们蛮用心的，但是他们就是把东西弄好才给我们的，对啊，所以很棒，意外找到小店。人生就是这么的不期而遇，真的。对，有时候不用太有计划，也突然间就是会小确幸，嗯，小惊喜，小确幸。好，那我们回家喽。